最近呢，小雨又发现了一个辅助写代码的神器，只需给它想要生成代码注释，然后点击 Tab 键，就能一键生成符合的代码。自己写代码没什么想法时，点击 Tab 键也能帮你一键续写。拷贝别人代码但看不明白，选中代码，右键选择解释代码，同样可以快速帮你解释代码含义。甚至这个小游戏都是我在它的帮助下花费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做出来的。怎么样，这功能可以吗？但还没完，相对于 Copilot 每月$10的定价，这款同功能的插件却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兼容 VS Code、 JB 等主流 IDE，同时支持多种主流编程语言。今天小雨就带兄弟们看一下这个阿里研发的免费开放但毫不逊色于 Copilot 的代码神器通义领码功能到底如何。这里用我之前学习 Python 爬虫写的代码来演示一下插件的功能。选中代码，右键解释代码，就会在右侧快速帮你总结选中代码的含义。如果觉得太精简，只需点击详细，它就会帮你解释每行代码的含义。这个功能对于 CV 工程师来说真的超级实用啊。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 CV 工程师，知道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在缺少代码的项目中直接输入注释，它就能根据上下文补全整块代码。哦，对了，再给兄弟们看一个好玩的，帮我生成飞机大战的 Python 代码啊，很快啊，代码就生成了，然后将代码复制到 IDE 中啊，我们只需要在左侧准备好飞机的图标即可，点击运行 ，OK， 搞定，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小游戏。控制飞机的移动、发射子弹、得分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算你完全没有代码基础，也能很快生成一个自己的小游戏。感觉阿里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高效的插件。哦，对了，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功能名称叫做智能问答，下面还有输入框，也代表我们可以问它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它如何改变飞机的大小，还能根据上下文直接回答。在我这几天使用的过程中啊，能明显感受到写代码越来越轻松了。OK， 除了这些，它还有单元测试生成、异常报错、智能排查等功能。趁着功能刚刚公测，还是免费的，建议大家都速度下载一个玩玩。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啊。我是小雨包爱，一个分享好玩有趣黑科技的 UP 主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